那我先进去哦，音乐等一下加。好。这样。哦，加 Page 二有那个哎，有 Boss 战哎。有了、哦。他 add new demon boss of to end of hell cave， 好像是有最后的洞窟了吗？嗯所以之前是沒有他有一些我们之前去过的洞窟有在更新哦、喔。哇，好亏！哇，哇，那我们好亏，要再走一次，救命！还是我们先绕岛一圈，然后再先环岛一圈。我们还没有环完吗？你不是走超远吗、啊？我们只到了一半而已吧，剩下四分之一的，走了一半而已吧，应该四分之一而已哦。你不是上礼拜、欸、上上礼拜全部都一直在走吗？我们不对啊，又碰到 bug 被绑架啊！是，人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好像还没进去、欸，还没进去呢。我们还在那个画面啊！我们那时候不是在那个吗？一个坠机的地方。对啊，对吧、啊？啊，对，那时候就遇到 bug 啊。我每次走到一个地方就会断。对对 对, 對, 對、啊，我记得我好像也一直跳掉，可能也是。我一直跳掉，我们就只有小雨没事吧？嗯，没错，我就在这里定居了。谢谢，来喽！快快快！那你这样，你这样那边就是允月跟团团结界，他们俩过不来，对吧？可是最惨的是，最惨的是我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呢，我进去就爆，进去就爆。最惨是这个，哎，所以现在还是会爆吗？我不知道啊，因为这更新测试看看，野海熊防护圈你的重生。你的重生点在边界外。哦、oh, ，no！ 小雨张开厉害，这物资可以再收一次哎、欸，好棒哦！先不要收了，不然等一下又突然跳一堆东西，然后他们就进不来。我说地上会跳一大堆东西啊！上次不是就是那个哎、欸，那个是什么？肉药物哦，一直药太多啊，或钱太多。药品对啊，白痴哦，又有人偷咬我。咬回去，我拿骷髅头扁他、啊，妹妹啊，蛋哦，哇，没有东西可以给妹妹，你拿那个药物给他，不行，要只要拿枪而已，不要了，他是嗜血的妹妹，哎呦，妹妹要被打了，妹妹要被打了，妹妹啊，我来救妹妹了。摸一摸呀！我来的。哦哦，好了好了，好热。剑叶芋头吗？你终于改名字了。谁？熊猫团团。对啊，我改啦。终于。我不是 OKO 了。他不是 OKO 了。现在是什么？阿团团阿团团，哇，这个也太平了，那中文变什么？对啊，阿吧阿阿吧，哎，我看不到，哎，那边有一个野人抓尸体，拿着，对啊，他把野人拿起来，尸体拉过来，哎，还没看到，哎，巨野人，哦，他把尸体丢出去，我现在只看到霍格华兹那个透明的人拿着棒子在打。哇塞，小雨不是小雨，你的火把的烟雾跟硬的一样哎、欸，为什么？跟硬的一样，你的烟是实体的哎、欸。对啊，你拿起来挥的时候，你的烟也在高速挥舞哎、欸。你看，小雨收起来了，真的。你看我们烟有在变硬吗？哎、欸，真的、欸，有，啊，烟是有哎，有哎有哎，那个烟是直的、欸，拿烟打人哎、欸，你看。那光影有问题哦！为什么？火花！阿团团要过来吗？还是我们直接去走下一个点了？嗯，他没有存到档，要存到档我们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好，可以啊。我发现其实我在旁边，你没有看到我在旁边？有，我发现。为什么看不到你们的爱那个、啊？哦，你在上面太近了。哦，因为我团团就在这里啊，团团在这里。啊，团团在这里啊。哎、欸，我头上没有出现那个哎、欸。我换名字，你认不得啦！还是我啊，我还在走啊。是云月，我那时候在瀑布啊，然后就一直哭不下來。你的R看起来超不明显的，你那个是紫色底黑色字，这样不错啊。我就是一个神秘的人，神秘
硬要。哎呦，啊，其实你是叫阿明吧？好的啦，阿明。哎呦，下啦，喝水。好的。这地形是不是来的路上感觉变很多啊？我看没几棵树，为什么？还是我这边啊，这边吧。不，这一块本来就不多树啊，那时候。它冬天好像就是一些资源不会重生哦，什么石头之类的那种都不会重生。哎，为什么这食物不能捡起来，只能直接吃啊？那你满的啊，满的你捡不起来。包包太满哦。哇。我看不到硬化的烟啊，但是我看到了全透明的东西啊。对，我也是。哎、欸，我看看，我现在要不要拿那个外套啊？你看看一下，你拿了就断是不是？我之前就是拿了就断掉啊。拿你他有修复，你拿看。拿，我、哦、没事没事没事。拿了。你们看一下我的画面。哎、欸、哎，绑、欸、团断了，怎么断了？小雨也断了，完了，我断了，完了，抓到了。禁忌的外套不能拿啦，拿啦、啊、那外套不拿了，禁忌的外套，禁忌的外套，完了，我直播又要断了，笑死！哇，好扯哦，把你电脑淘宝我只是在换衣服而已。我现在在记个档啊，我都怕我等一下断要跑好久。OK， 我把它架起来，架起来，赶紧记档。架起来了吗？我看是平的、欸。你那 我等一下，那我再叫。他架一个脚而已。不是，他那个篷布超级平，超级硬的，跟钢板一样。我看还是平的、欸。哇，那你可以存吗？那就是你卡了。你可以存吗？你可以存吗？就跟我上次一样。我看了这里是什么东西没有？可以看一下。断线的前兆，对，断线的前兆。我上次就是这样。好的，那个外套应该没有很强，我不拿了。那个外套之前我没有拿过了，搞不拿了。拿过了，可是我看你们动都是正常的，就是还是允愿你自己用一个出来。对，你自己加一个好。没有他加不起来。我上次就是在动，在他的画面自己用的话，也不行吗？对啊，我上次就是在动里面卡住的时候，就是加不起来。嗯，哎、欸，怎么举包包出来啊？哎、欸，有人在打你、欸，是谁啊？长按星星。哎、欸，我连野人都看不到、欸，哎，我重看一下好了。哈哈，好了，我觉得我们要等一下先赶快去更新 VDB 啊。对啊。怎么更新过后越来越多 bug？ 真的、欸，哇、啊，繁星直接五连断。那你刚刚也差不多。我看雨有在架、欸，哎，我架起来了，但是我的画面是没有架起来的。什么意思？薛丁格的架，就我的直播，我有分享画面，对啊，他的柱子有起来，可是他的棚子没有起来。Oh my， 好恐怖哦！这一块地怎么会这样？这块地是一个需要有人除魔一下。哇 ，Kevin 来了、欸！有啊，上次 Kevin 就有来，没有？恭喜你更新更多 bug 了，普天同庆哦！哎、欸，开心哎、欸。真开心！我上次说要去旁边的洞啊，可以帮我把这个布布收起来吗？哦、我现在没办法收它，没有，那要踩断，它踩掉才能再收、嗯。我现在是完全不能收它，我不能跟它互动。好好好，那你们等一下能动的话往 P 方向走。P， 我这边走，往我这边走。因为感觉看到一个阿字，他就跑。啊！我可以到人了。啊！我怕了，有了繁星上来了，这是谁啊？救了！离开这里，拿着一个长矛看地板，这是谁啊？我。哦。那刚刚那边有野人啊，在看野人吧。在地板，在地板上吗？嗯，有了，我看到你们头上的 ID 了。好耶，跟着 P 走。P 在哪里？要滑走了。P 在哪？要滑走了。四处看一下，有都可以滑。那个 R 好明显啊，云苑。R 好明显。我刚刚懂你刚刚讲的什么了。我刚重开之后，地上花花草都长出来了。所以我要重开哦。对。可是我现在重开哦，等一下吧，等一下。等等，你走到那边，对对对，那边再存个档吧。我跟你讲一下。嗯。这边有河哦，记得装个水再走哦。
好好好，现在走路有点唰唰声音太大声，对啊，冰块，对啊，骗子，我会拉出水耶，啊，是水耶，你打出水耶，对啊，你也可以啊，可是它是冰耶，说水之呼吸吗？对啊，超莫名的，什么意思？是我在那冰上，我们站在冰上，但是往下挥是水，那个效果整个弄错，你要蹲下，哦，真的耶，哇，水之呼吸，其实这是果冻啦，好不好？果冻。Juicy， 好 juicy， 真的好懒啊！他的应该是没有劈好吧？这是打水，就跟烟一样，对啊。不好意思，哎呀，雨月这边在哇，果冻在这边弄个存档，再架个篷布吧。我这边，哇，我一路畅通无阻哎、欸，我完全看不到树。有没有树枝啊？没树枝，有的差了，没啊、太棒了，我又是看到一个铁板在地上。妹妹，你头上怎么都是血？我先重走了。好，所以这样要重走哎、欸。对啊，可是也没办法。可是他点不到啊，是断线。他重开了、啊。他重开，我自己重开。这水能装吗？不行啊，他没有那个。妹妹，你身上很多水。水还是血？什么血？水做的。哎呦，妹妹有水。我拿着水壶，水哦，妹妹，水哦，哎、欸，妹妹衣服都破掉了，破土了，水哦，破掉，水妹妹，啊，妹妹要枪哎、欸，她要散弹枪哦，我没有这东西，对、啊、不起，你怎么没有拿到枪哈？妹妹一直都想要枪啊，啊，biu biu biu， 他内鬼，内鬼，那不可以给他枪，对啊。哎呦，按错了啦，白痴哦！枪跟什么信号哦？地图就是没有追踪器 啊，追踪器我已经给他了。对啊，哎呀，杰克不要动一下。这样怎么了？哇，你的脖子很粗哎、欸！脖子很粗，你看脖子超粗啦，跟那个颧骨一样宽啊！是假的，我看不到我自己，肚子超级粗。那你看其他人是不是也一样、欸？然、啊、后我还是大头模式哎、欸，哎、欸欸、你也一样哎、欸，超粗哎、欸，你的脖子，脖子，对啊，脖子很硬啊，怎样？最固执的嘛，超级固执，耿直。落水声，对啊，为什么饭后落水声啊？超奇怪。等冬天过了。嗯好，不能原地尬掐，是不是？你小心尬一下就滑下山哦。对，等下跟我一样被抓走哦，小心一点哦。不至于吧？还停不了。我上次也是尬一下被抓走啊。哎、欸，唐，我们来接球，快点丢。可是我要怎么丢啊？忘记了。按 G。要开始。切换、欸。可以耶，可以耶。你没有接到。我有啦，我没有接到，是你没接到。哎、欸，你们丢到水里了！哎、欸，我抢到，我抢到！我看更新有更新那个哎、欸，海龟给予器哎、欸，有，我也有看到。你有看到在哪里吗？没有。排球练习，排球练习，高抛高抛高抛！啊啊啊！内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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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嗨了吧！先高抛变快快，要不要再来一个？我们可以更多人。哦，杰克，啊啊哦、你丢哪里？然后你自己丢自己捡啊！你知道排球练习最讨厌那个只丢自己的、哦，最后面，不是就是要先把它盘起来吗？真是哎，快点，直接传给对方啊！小野要不要来接球？欸、好，第一抛，在设施内的，这个球不太远就是了。设施是哪个颜色啊？那我们要换一个啊。青绿色、Tiffany 绿，石头小径往后翻，杀球，哎，没事没事，我救到了，我救到了，哎、欸，杀球杀球，有一个工具箱的符号的那一个，你丢界外的，哦哦哦哦，球球，哦，它是英文哦，对啊，是英文的，那、啊、还没有更新完吧？
哎、欸，后面有野人呢、欸，我们在野人接球，丢给野人。哎、欸，我这边也下雪了。你丢给我看，我看能不能把他打飞。好，来打棒球喽，嘿。没什么，大哥，大哥一点，大哥一点。我丢出去啊！哎、欸，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东西适合当球了。野人东西适合当球了，这个。不行，那这个这个不行啊！拔头丢了，拔头打。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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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头了，拿头。哦，你说头的部分。剁一个，剁一个头，剁一个头。有够有有够狠的、欸，你们在冰上剁，感觉那个冰就要爆了。我们是野人呢、欸。啊、哦，是啦。哎、欸，出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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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下来了。要玩头了。来来来。啊，你要怎么丢？白痴，丢我哪里啊？哪里？我没看到、欸，哪里不见了？他不见了，收起来了。哎、欸，有收起来了吗？你收起来的吧，你身上没有头，对不对？哎、欸，身上没有多的头，对不对？算了啦，我回来了，我可以记录了。哦不，好耶，好耶，好耶，这个街头游戏就算了。街头球用不见，我没当街头霸王，哎、欸，我头洗走了，头在地上。不是啊，有三颗球过来了。三颗球自己跑过来了。街头霸王。好肉接挡了吗？当时挡了。不会怕这个吗？这个野人好像不会怕哎、欸。那存一下。没智商。他太笨了。没知识。再存一下。哎、欸，阿 K 不怎么倒了。又没走。他被他被打被球打了，躲避球。对。好，Kevin 出局。打棒球去场外。Kevin 失败。失败。海滩排球、欸，哎，沙滩排球，那就够够喽，够够喽，够喽，够够喽，冰上排球，大家记得存个档、啊，要不要先回一下体力啊？我的那一半而已、欸，要直接睡觉，你说睡眠哦、喔，我都可以啊，都可以，好啊，要不然就对啊，因为我是红色的了，我现在发现，睡起来大家又要又饿了，嗯，没错，吃一顿粗饱，可以啦。回锅肉吃一吃就要上，很 OK。我们现在包了那么多肉，是不是可以直接啃自己手啊？哦，好黑啊、哦！我很好冷、哦，反正里面一样黑啊，为什么我觉得我体力没有回多少？是我的错觉吗？嗯，好像还好。我体力、哦、那个还是红色的、欸，我只有回一半了、欸。我也没有，我还是红的。嗯还是我们就大家一次把它回到满，然后再慢慢。可是他不能再睡了，现在不能睡了，他不能连续睡。他上次休了，他觉得连续睡太强了。嗯，欸，想说没了在里面。没事啊，拿个我要吃能量棒，等下里面吃就好了。我爱吃这个白痴罐头，我也在吃罐头哎、欸。你要吃猫罐头吗？我今天是猫猫狗狗。猫罐头的捕食度好像我去成功，捕食度往下降。有啊，合成啊，然后、啊、就是想说真可以吃就直接吃，吃饱了，吃饱了。我要进去喝水，里面比较有风景，里面好冷哦。嗯，你拿火把。是现在冬天吧？拿着火把就。嗯，按错了。哦，哎，有人啦，看起来团，什么成团？我来喝水，等一下。你喝水可以往前两步再喝吗？嗯，地上可以装水。我觉得那边的风景比较好。地上可以装水吗？对，不行啊，蹲下。这里面吗？不能喝。我刚可以装哎、欸。哦，可以哎、欸，不行啊。哎、欸，还是外面一点地方，这边安全水不可以装，只给外面的。哎、欸，我刚装了呢、欸。还是不能喝，只能装。有没有想要做王座的？这不能做啊，骗子！骗子！不行耶、欸、不能喝不能装啦诶、欸、没关系这可以打掉吗、哦欸、这可以耶、欸、用那个斧头比较好打、哦、罐头有罐头有罐头好多绳子好多绳子好多绳子不要给我们绳子啊这里就这样哦、喔、好没了就这样没了没了吗没了哎、欸，烂哦！是这里潜水进去吗？这里是罐头洞。啊，潜水啊！你不是你有潜水装备了吗？哎、欸，你有了吗？有不是，哈基上次不是有了吗？哈基，我就没有，我没有。对啊，我去聊回上次没有东西。哦。啊，你这样潜会死掉吧？有没有潜的？啊靠！没有那个哎、欸，潜水值啊，氧气值那些、啊。我是有氧气值啦。
所以可以有啊，有氧气看得到才有啊，可是哈基但看不到呢，哈基没办法有啊。啊，你不要再帮我偷嗑药了，奥佐掉下去没感觉。对啊，这掉下去你们是自己穿上去的吗？有啊，可以往下，他自己自己穿啊。酷哦！要么就要先楼下去帮他进拿潜水的。对啊，我存个档号，然后我游一次看。好好好，哇，这么乖，这么硬啊！好，这个啊，你存了。那我们前面带路，前面带路，前面带路，看不到路。那我决定他又到，我再过去。嗯，我也是。嗯，怎么潜啊？就直接往下，就直接往下游就好了。他很直觉哦，太。他比上一代的好游。对。啊，好，嗯，不行了，不行，你要过来吗？不行的。对啊。看来还是得去拿啦。那回头喽。拿一下。回头吧，回头吧。石油怎么样？哎呦，西凉古桃。那我要去外面等你们。哦，他的氧气，哎呦，不会重置的，是会一直消耗的。那怎么拔掉？中间会有那个氧气。他进你的包包，他进你的包包挂在这个柱子上，为什么？我在冰柱这边。那种什么粘液？耶！我在粘液里面，耶！你被帮哦！哎呦，你下来了！哦，下来了！我被什么东西粘在上面的？你被上面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泡泡，那堆石头，然后钻在这边嘛？哇！东西。哦，对，哦，你要被挂在上面。哎，东西还在吗？看有没有少。他上次改哈基死掉过没多久，改版就好像更新说东西不会不见了。哦，那就好，那就好，没事，东西没还在，都还在。他也知道他这样做会搞死一堆人，不想玩。以前是就是这样子啊。不过我刚刚的帐篷怎么看到只剩铁板呢？没有，我刚刚踩掉，我被人踩到，然后这里是红布在这。哎，出来装水。他有办法取消装备？我拿氧气瓶吗？这边可以吗？我不知道。行啊，这里是冰啊，这不行。啊、虽然有水声，它不是自动会起来就会就那个了吗？那就我拿了，哦，外面给你。好好春当，春当。那你们还记得之前那个氧气的那个在哪里吗？在家附近吧。附近对。要问 Jack。我不知道，我不会看。哪家附近啊？只是现在好黑，要不要还能再睡？没办法睡啊，没办法，现在没办法睡啊。我们刚刚白天睡到晚上了，现在晚上是我们的时间，我们只能这样摸黑走回去、欸。要这个方向走？这时候觉得为什么不能这些树木可以直接点燃变成大火吧？就是直接放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对啊，这样就很亮了，我们就不用怕太暗了。那到时候都是会光秃秃的呢。可以啊，这样找东西就更好找了。我氧气罩没有卸下来，你们有卸下来吗？没有，他没在用啊，所以还好啊，回到了。你可以到挡画面，你可以到道具栏里面去对他点右键，他好像就会卸下来了。他在哪个位置啊？在右上角。右上角叫什么啦？右上，我看在右下角哎。哎呦我。啊、对，我在右下。我在右下、欸，哎，谢取消装备。哦，取消了没？啊，取消了，野人，有了。我喝水突然被野人戳了。他说：“喝啤盒，这是我的。”喝啤盒，这吓死人。有，这是我的。我要喝。可以装的水。你喝到我的洗澡水了。怎样也是我的洗脚水。洗脚水要卖钱哦。别、为什么装不了水？好好好，杰克他们有野人，后面有野人。奇怪，为什么他刚刚偷扁我？啊靠！水壶是坏的，不能装水。掉，还是你偷？我叫死你！不够低，蹲低一点。太低，你能有多低？看你能多低，能多低。你们知道这个吗？重重危机耶，好久了哎，重重危机是很久啦，很久，2000年的时候啊，2000、2001，这样是几年啊？23年，23年前。我说你看，2000年过后的都已经二十几歲了，都二十几岁喽，恶心，好恐怖，都23岁喽，20哦，啊，冰雪奇缘10周年了喽。
有吗？哇！来扒你。这个好像是要铲子吧？要铲子，对，他们整栋都是要铲子。哇，好多东西都没找到、哦，很多东西都要铲子。我比较期待是我可以遇到他们新的野人堡垒。我记得那是有一次更新，他有更新说有更新这个东西，可是一直不知道到底长怎样。嗯，对，不知道在哪。对吧？现在看到根本不是堡垒，是他们的露营区。这边是那个、欸，这边有两个木，这边也是要铲子，不知道挖的。对啊，这边有两个十字架。哎、欸，十字架、欸，啊，不能打掉，可恶。嗯，这边有个小本营啊，可以搜一下。啊，怎么这一个部落只有你啊？你好可怜哦。看家的吧，其他人都出去打猎，是不是？没有，他没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人家顾家还要被说没朋友，那顾家也是有两个的、啊。他们去玩大怒神，他顾包包啊。哦，对啊，哦，不敢玩是不是？嗯、哇，大野人呢、欸？哎、欸，要是改天我们去游乐园，有谁要顾包包啊？啊，我一定是顾包包那一个。我想问说，到底有几个人要上去？我们也有人要上去，就这个上去。我觉得这把年纪，我只能在下面顾包包了。这把什么叫这把年纪？你好像你好像是不老哎、欸。正当前，我上去会被说太重，下不能坐。哎、欸，不好意思，可以直接把他们的棺材戳破。哎、欸，我很抱歉。你好狠，这边有罐头、哦，里面有东西哎。对啊，这里有罐头。我说我很抱歉，罐头哪里有罐头？我在跳。有在走。我没看到罐头，我没看到罐头图示，糟了。他不知道弹去哪了。地图就不能再大一点吗？我对不住方向哎、欸，可恶！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往回家吗？回家啊，对吧？回家就这边吧。按 B。这个方向啊！哎、欸，野人，帮打一下。那个出去打猎的回来了，完了完了，大怒神做完了，回家了。大怒神完了。说好好玩哦，我的行李怎么多了一堆奇怪的人？哈、啊、死了。好，家里多了食物了。但看包包的人不见了。打不到哎、欸。有一个。打不到这个哎、欸。走了，我回去了。就是要走哪边啊？往 R 方向走。哇，这带地图真的很大哎、欸！对啊，我爬到一半没有探索哎、欸，雪山另外一半，走了一半的地图，真的喂，好远。他二代就没有那个什么，哎呦，路人力车之类的，我们可以坐出来，然后在那边踩脚踏车吗？人力车那时候就只也只有龟壳啊。我要说一代只有龟壳，二代就多脚踏车，这样合理吧？这里骑脚踏车，酷酷的东西。这里骑脚踏车，你要确定呢、欸？我们就可以踩脚踏车，然后边踩边喊、欸、踩脚踏车。之前有这个大脚路吗？有啊，有啊，真的、哦。嗯。他怎么没有感觉？有看过迷路？因为都被打死了。冬天才有吗？之前路没有脚步声，现在脚步声嘣嘣嘣嘣嘣嘣。对，挺大声的。啊、我一个人滑雪橇，然后比走路的人还慢，我是不要滑的。不要滑的。我滑一滑，比所有人还慢。起来，那你下得来吗？我下得来、啊，那下得来还好啊。我没几步我就卡住了，自己飞出去了。我怎么有看到有踢飞出去了？后玩后玩后玩，这个营地哎、欸，哎、欸，这里有放音收音机哎、欸，收音机有8.9，这里可以存档，可以存档，这里。哎、欸，等一下，刚刚有人把 Kevin 叫起来吗？不、嗯，他自己会跟啊。他刚倒地嘞、欸，太远会过来。他刚倒地了。他刚前面被野人打倒了、欸，这个又有一件衣服，你们要确定哦、喔。我没有看到，哎、欸、，Kevin 还在超远的地方哎、欸。对啊，因为他倒了，然后没人理他。好狠哦！哦，我是没有看到他跌倒了。我是有，但是我以为你们会拿，我就没有。不然就是反正东西拿一拿，我们还再回去那边那个啊，因为只是我没有那个潜水的。然后玩一点之后还是会回去了，还是过去那边。
冬季外套，有冬季外套，衣服可以拿。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会不会有点危险？我拿了没？目前没事，好不好？超保暖呢、欸。那我要换一下，说不定换的就人家吃药是不是？是，我想捡，可是我药已经满了。我就吃一下、啊，直接吃一下啊，加减吃一下，没满血的赶快去吃一下。满了，应该都满了啦。是是上次不是很多了？有刚溺死满，现在残血。哦，吃一下，把它全部吃完。及时包吃一下，这是我可以换的外套。这是多姿多健康的白痴，超多的、欸。不是啊，这个物资分配超怪，然后也太多药品了吧？对啊，野人、喔。啊靠！我也合理嘛，来的都是军人的话，多拿一点药品也蛮。那他要么就给爆，要么就都不给、欸，是怎样？很极端。意外套在哪里啊？海边吧。海边。意外套在哪里啊？都找不到。在右下角。在那个帐篷里面。帐篷里面。有什么包包把东西包一下？哦，我拿完了吗？啊、哪里？我一个棚子里。就两个帐篷，找一个嘛。他战术外套而已。没有啊，我没看到。你说外套是不是？对、啊。哦，你说背包里面有右下角，你再往自己方向一点。不是，我没有捡到。对。因为我刚刚就是这边随便乱点就点到了。战术外套。还是就是因为你没有拿过，不可能啊。已经在身上了。战术外套吗？你搞不好跟我一样拿到了。战术外套我有啊。对对对，战术外套。冬季外套。卡住我，看你卡住。一流半周城的没有哎、欸，就是两个帐篷摸一摸，欸、瀑布摸到，瀑布没事啊，不会死，算了，没关系。Kevin 回来了，Kevin 回来了，哦，你还带一堆数字给我，好棒哦，你好开心哦。你好开心哦！你好开心，你好棒哦！你好开心哦！好棒！就躺在那边，然后嘴巴这样子啊，让那个表情这样子。所以是他很开心的带很多数字给你。对。OK。你们那边准备好再移动过来吧？嗯，有在慢慢走。海上有个惊叹号哎！我们哎，我记得有那个潜水了吗？就游过去就好了吧？应该也直接游吧？应该是可以。骨头在海中没打到惊叹号。啊，那我们那个没有去过，我们之前是略过吧，对不对？这好像也没有办法过去吧？就很可以游泳吧？就直接游。对啊，就游泳游过去，我们都可以游泳，应该可以。啊，不能坐船直接。惊叹号好像是 GPS 吗？对对对，就是之前那个 GPS。之前来的那个其他，哦呦。其他军人的 GPS 吧。嗯。忘记这个洞是什么了。这个洞。这个洞是哪一个？要继续顺便看一下吗？啊哦！我没有音响。啊！我拿一个纸的标靶。我的妈！这边标靶。对。你们看这边的箱子有没有？我刚拿一个指标吧，那标靶干嘛的？哎，我其实蛮好奇，好像是上个礼拜一开始逛的那一个。嗯，我可以去杀一只鹿，我们来看一下它还会不会无限繁殖吗？喷肉吗？要看它会不会喷肉，是不是？对啊，可是它跑好快哦，白痴哦！你看过这个？有啊，刚有捡到指标吧。我不想追了，它跑好快，受不了了。脚干在玻璃。对啊。哎、欸，这边有一次拦截。哎、欸，白痴！泥娃娃，他会魔法、啊。他刚刚穿越了那个树干哦。他是要去？他要去霍格华兹是不是啊？问号。左右是分至三棵树。太多棵长在一起了。啊！是麦克的黑橡木是不是？赫夫帕夫，要修。前面有标点呢，那是什么点啊？不知道，忘记了。陨石，
那我们有自动向前的键、啊，手好酸哦。确实，只有点跑步只能点一下，哇哇，好酷！你好快，你好快。哦，痛哭的口，我去看一下，还是是地堡还是什么的？哇哇哇！哇你超快、欸，八八八八八八啊！这里又见了，上面有很多芦荟，但我有印象有这个芦荟、哦，但我没有印象有哦，我没有印象到底是什么了。这是那个吧，印机的地方吧，打印机。哦，那要再去印一下吗 ？Print print， 可以做一下。我们要进去拿那个啊，进去拿那个饮料啊，拿那个塑料，柱子饮料，你要拿起来喝吗？不要啦。哇，那隔天会打印出来，没错啦。对，打印出来你的胃的内部这样子。好服。这是翻模吗？对，人体翻模。啊，好狠哦！这里还可以免洗卷石，绝！哎呀，绝！石是不是跟着别人卡住？哎呀，卡住！卡住了！哎呦喂、啊！卷石蛮突然的，啊有啊，有饮料了，刚刚要喝饮料的，这里面有了。电池？哪一种饮料、啊？当自己家自己拿、啊，是真的可以喝的饮料了。没有，都可以喝一次性而已啊。对啊，这个喝不会死。我们人类可以喝岩浆啊。很细啊。哎、欸，怎么看？我、哦、不是。有人点火。啊、那个，我看一下我有多少。我、哦、这是电池富翁哎、欸，电池也太多了吧？对啊。哎、欸，我有六百、欸，都装不下。这游戏没有鸡蛋，就还没有雪橇了，可以先做。有啊，这硬了、喔，硬了，我等一下就拿起来滑。天哪！钢线800。背吧，有的。bang bang bang bang， 雪橇在哪里？在左上角，最左上角。印一个，800，800可以印吗？好像可以印了，是不是？不行啊，没了。还可以哦。他印到一半。他是不是印到一半？哦，缺二。哎、欸，我看有1000的，哦，有1000嘞，哦，有，他及时更新的。我没了，刚刚用完了，我用完了，还有缺还有需要吗？我这里还有1000，我有700，那你就慢了，我去上个厕所。我这边还没印，300，不贵。那我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我离线再登进来吗？阿旺上次不是这样子吗？婚礼类型了吧？可能是这样吗？类型物资，不然这个一个人要1000呢、欸，超多的、欸。我们到底要来几趟才每个人做得完呢？要三个礼拜吧。对啊，我加了400。我是没意见，是看大家。干嘛？我刚刚1000，超多的，是很多。因为这里刚好可以睡觉啊。对啊，蛮可以啊。然后我想说，我有700。我有1000，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下？对，就是因为你也先把它灌进去啊，我们这存档睡个觉再进来。至少大家先拿个雪橇嘛，不然有人可以滑，人不能滑，很很难过。雪橇，我看到了，我带一个。怪声。好，小雨只断了2次就断成功了。这个是什么声音啊？掉东西的声音吧。我去搜一下里面的东西。洗脚肉。啊、哦，好亮！啊、哦，眼瞎了。你要被超度了。啊、哦，对，没错。他环境音好大声，然后有改过。这里有改过，有什么什么救的人？哎呦哎呦，兄弟，他怎么做啊？做不下去啊？左跳起来按左键，跳起来左。嘿嘿，哎，我觉得搞不好可以。他下来是左边，对不对？对啊，你要穿墙啊、哦！我要穿墙是不是？
不太好吧？这真的是 bug， 你再出不来了。有椅子啊！你要先存好档哦。哎、欸，有啦，他在原地起来啦，他在原地起来。头可以看到里面的、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偷瞄一下。对啊，你烟超黑的。你不说，我以为你在玩《恶灵古堡》穿门 bug， 你知道吗？穿一下吧。逛完九百。可以偷看一下隔壁。他头是可以会探进去啊，但是。对啊，可以偷看一下。进去的。就可以进去一堆头在看你。吓死！哦，我先吓死。要谁还没有雪橇的？有的，我有了。没有的举手。有的，请拿在手上。我又补满，我把它补满了，我重振一下。好，请秀出你的雪橇。没了。哎、欸，你又把它弄满了吗？满了，满了，满了。不，啊，这边有个电路板可以拿哦，把那个皮垫打烂，在地上。嗯，哦，我看到我的冬季外套了，他们也叠太近了吧？他就好几件都放在旁边。那允月，你上线再看看。好。哎呦，还有谁的还没拿到？除了我跟云月，阿旺有吗？我的滑板有，我有滑板的。哦、啊，哈基有吗？有。那应该是你们两个了。啊，云月有啦，那就是我的。我有滑板、嗯。好了，大家都拿完了，太好了。好诶、欸。好诶、欸。还不是。滑板在哪里啊？左边。左上。左上的。我是手电筒可以尽量用啊，但它电池都多少满出来。对啊，确实。我卡住了。可是我觉得手电筒没有很亮。对。手电筒我觉得火把比较亮哎。确实不保暖。对。手电筒不保暖啊，对啊。拿来电人用。有那种聚光手电筒放在衣服里面。好烫。哎、欸，我们有在卖那一种哎、欸。红擦一下。可以用聚光手电筒生火哎、欸。哇。那个超烫的，对啊，这是野人吗？野人跑过来了，他手上拿武器，而且两只，哎呦，我要开店了哦，对呀 ，Open Shop，Open Shop， 嗯，他在哪里？我总觉得我都挥不到了、欸，哎，挥不到，哇，打拿火把，看头都挥不到、欸，哎。有啊，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探头。对。哎呀，做我。还烧起来了。异常了，他又电又烧。酥酥麻麻，耶、yeah ！酥酥麻麻。我用小雨，你挥得到？有了，他除了吗？一次两种烹饪方式，肉会比较香。对啊。哎，顶级的食材嘛，有没有？往往使用最腐蚀的烹饪方法，没错。靠，那我们就顺便去海边了。腐蚀食材，好，那进到海边。可是哦，那个可以直接靠游泳的嘛，对不对？我看起来是应该可以，不确定，不确定，不知道。如果万一那个也是要往下潜的，就哭了，就得游回来嘛、啊，掉到水里了。小雨应该是泛舟，是不是？我去泛舟，这边有 C4， 有巴拉哎。哦，哪里？他在滑的时候是没办法起来的吗？对，要到底，你要滑到底，滑到他不能动为止。记得上礼拜的哈基吗？离、哦、我们最远的。一路下去，一路下去，上不来。一路向北哦。完全、啊、这边都没有很斜，这边都可以停下。对啊。滑喽！我是一个活泼的雪橇。啊！我撞到白星了，原地一直跳，对，要玩啊！哎呦，停了！哎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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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甩尾甩尾，下水了，漂移考驾照，噔噔噔噔噔。哎，哈基有玩啊？有啊，哦，驾照考完的，不是我。这滑水滑到头都在水里了，怎么回事？我刚刚也是啊，撞到人了。我看到有一个救生艇漂在海面上。哎、欸，对，
啊，我们可以直接出去了。好诶、欸，破台了。好诶、欸，救人了，不救人了，不救了，不救了，救。有啊，我们找到妹妹啦，肯定没有你啦。年轻的一辈就是我们的希望。啊，另外两个也不一定死活嘛，对吧？啊，反正老一辈死光算了。好难过哦，老一辈先确认死亡，才有办法继承遗产呢。对啊，有点破费货。哎，这是我们家的吗？诈骗的老人、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家还在都是野人的荒岛上面。不死也是半条命而已。水已经不能装了吗？可以。为什么我的滑板玩的很像扭扭车啦？那边扭来扭去才会动。就按左右啊，一直按的，很累。这边，哦，这边有东西。哦，那终于知道玩卡丁车为什么身体会摇了。耶、yeah, ，一直扭。牛啊牛啊！这边有音响，还有食物可以吃。有音响可以吃，食物音响不能吃。不吃音响。有食物可以听，有音响可以吃。对，好耶！好棒哦，这里好赞啊、哦！你开吃，开吃。哥、這個，你眼聋了吗？你无法使用更多能量棒，烫着火锅吃的吗？来吃一条，再来不见。为什么还是下雪？冬天很长哎、欸，的那个食物都喷出去了。Winter is coming， 是不是啦？哎呦，吃到药了。哎、欸，这边有那个、欸，直接这个这边人身上有那个，这是什么、啊？这是鱼骨，是不是手枪的？啊，太嗨了吧！好危险，好危险！目前玩这个游戏听起来最危险的片段出现了。超危险！有11.9mm 子弹，跟我这里可以存档哦，直接把打烂，存一下，存一下哦。好，大家要不要吃生蚝啊？海上有生蚝可以吃、欸，哎，好赞啊！那很少，那补超少的，超少的，可是很多颗啦。对啊，颗也超多的、欸。哎、欸，这个队，这个队员这边有那个有东西可以拿、哦，有手枪鬼，手枪鱼骨，好新哦，手枪鬼，哇，你们食物太多了吧？吃了吃了吃了，大吃特吃，吃到饱。哇，现捞现捞海产哎、欸！对，哎、欸，是还有那种就那种声音，对对对对对。刚有人把壳丢在我头上，是不是、啊？我知道你想要吃这个，补充一点钙质。好吃，太过分了。哦，加了，加了。哦，加。就感觉他补好少哦，就很少啊。是补吗？我看没怎么在补哎、欸。有啊，吃爽的。对啊。吃心情健康。补的是力量。有吗？那我还不知道。只是说晚上的力量，晚上使用的力量，白天不会加成，晚上才会吗？晚上吃才会显著，吃的晚上冰量。你看吴总他抬着音响啊，我刚拿着，我刚刚叫他拿抽音，他很像那种这么锐狂，这么嘻哈吗？嘻哈 DJ， 哇，他叫嘻哈 DJ， 哎，他那笑容很开心哎、欸，那给他了啦。那给他了，可是你都很讽刺，他听不到，对啊，听不到，所以他才可以开到最大声呢、啊，对，他可以放在他耳朵旁边，好惨，这人哦，好讽刺哦，他这样才可以开到最大、啊，他就一脸很开心的样子啊，嗯哼，走吧走吧，我们去那个，给我一个 beat， 这个海视野超差的，救命，对啊，这个雾，下雪下雨天好雾、哦，会不会冷死啊？游过去，有可能。先游再说。一般的时候应该会吧，现实中会。哎，你怎么飞起来了？飞起来了耶！为什么？我拿雪橇跳两下就飞。哦。你说哪？我想要学飞。我也想要。在站得到的台边。那我们体力其实都很好、欸，哎，真不愧是军人。嗯，欸、而且在这边潜下去是不用耗氧气值的，为什么？哎、欸，可以上去了。哎、欸，爬上去。我怎么没在爬？牙刷？牙刷？啊、那为什么没在爬？要按一，要长按一。哦，按一，然后自己按往上。哦，好多颗头、哦，好可爱。有庆忌，庆忌耶！爬上还用跌倒，好恶心哦！这边有定位仪哦，有定位可以用。我刚刚在海下面就直接拿到定位仪了。他在野餐呢，我们好挤哦。
他是自己想说要逃出去啊，没有逃成功。对啊，哇，他的最后的晚餐都没吃完，你帮他吃吧，我帮他吃一次，我帮他吃一次，帮他吃，帮他吃，手枪。枪枪，那我可以给妹妹看到每个人走上来，就会看我看自己的手枪。完了，我卡住了，你们是要走吗？我要跳下去了。哎、欸，旁边有鲨鱼，旁边有鲨鱼，我被挤出去了。A B 虾嘟嘟嘟嘟嘟，旁边有鲨鱼哦，我刚都要开一枪了。不好意思，我看那个海鸟都是给我在水上面走路，是这样。哦，有点是。你下去，你下去。掉下来，他不是命甲。那我要走了，我就会按上了，这里应该就这样了吧。我想要看北极虾嘟嘟咬你们，没有，那结果只咬你呢，怎么办？对啊，我要先走了。我跟你讲，你等下落单，等下就咬你一个，所以我走了。快走、哦！好冷，好冷。哎、欸，鲨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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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回头，回头，看一下。我在看，我在游了，我在游了，你在用仰视。我刚站在鲨鱼上面，它咬成团。不是，我没有，我没受伤哎、欸。为什么你可以对鲨鱼点七成？为什么？为什么？我也要。哎、欸，倒退游就变仰视哎、欸，而且其实速度一样快、欸。他怎么自己在播音乐啊？哎、欸，你怎么立马打开了？哎、欸，谁说你可以播的？我觉得听不见就。要求再大声一点，谁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不然按到的吗？走，好吵，好吵，关不掉，快离开，关不掉。好，我把凯文带走。记得到那个帐篷再吹一次哦。凯文，我等一下要对你的音响开枪了。对不起，凯文，我打音响打到你，你烧起来了，哈哈。凯文倒了，快打烂那个音响。打不到吧？可以啊，可以，可以打他。把他带去海上好了、欸。电池无法拥有更多，算了。因为我们现在子弹应该很少吧？不知道，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还是要捡到一些啦，看一下。九月面我有24发，先省着用吧。哎、欸，我们被打一枪应该就倒了哈。哎、欸，手枪鬼跟手枪可不可以？哪一种枪？好问题呢、啊、我们先看第一种可以手枪鬼跟手枪可以合成、欸啊、可是、哦、可是合成之后可以装什么他应该可以装手枪鬼是什么刚刚、哦、它就是一个配件然后可以拆掉哦哦，那我不知道手枪鬼可以干嘛手枪鬼那个左边的、哦、左边的箱子里左边箱子里它那个是你装在上面，它可以额外再装零件的，它是一个对，可是有毛，就是像连接器的概念而已。哦，了解。哎、欸，我可以试枪一下吗？我要给妹妹枪，你要试第一个方案吗？对、啊，好，你试。好，哎、欸，他好像会死哎、欸。哎、欸、哇哇，他不死吧？没有了，没有了，吓死了！他好痛、喔。凯文的代，凯文的代称是金刚狼呢，摸一下就好了。老扛了，好惨哦、喔！啊，好了，第一个方案太残忍了，不要试第二个方案了。请问你第二个方案是什么？你们到底想对凯文做什么？嗯，哼，哦，那想打他。要死！我们现在去哪？回家。不是要回家拿那个潜水衣吗？对啊，对对对，潜水衣在家旁边。快到家了，快到家了。哎、欸，那要不要往左边沙滩走？我那时候从里面拿战术小刀。哪里？好啊，好好好好。就左边，对，那个对岸那边。我们走。有在地图的点上吗？干嘛你被刷？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就在那边捡到泡面啊然后又捡到小刀。还是我们绕着那个海滩走？就沿着海洋走啊。我们就在海滩上，你追我跑。来追我，来追我。有海拿手枪追你。我、哦、是不是可以找海龟？被抓到我就要杀了你哟、哦！哇，病娇发言。跑啊！你跑啊！不好看看啊！拿手枪对人家开，叫你跑啊！
有跑啊，有说你可以停下来吗？好可怕啊、哦、然后往脚边开枪。哎呦，刀呢？刀刀刀刀，还有再一段路。不要再挥你的烟雾了。这样子很好笑。哎，这样，哎，大家什么时候变这样？我记得上次不是这样啊。上次没有啊，没有，没有啊。新的 bug， 应该就是显示 bug， 就是在就是法杖在乱挥啊，在干嘛？我看到有个箱子是在的。嘿，应该就是那里了。这里。先看看有没有泡面啦、啊，有的话就是了。真的觉得很好笑，真的哎。反正右键应该也会不一样吧？会啊。好像不是这里。哎、欸，不是这吗？我没看到泡面。那就再往前走啊。再绕一下。哎、欸，我记得没有走这么远呢、欸。哎、欸，好像有，在峭壁边边看看。上面还是下面？上面有鳞，就这里啊！因为那时候说在找鱼、找吃的，我就走到这边来。哎、欸，没有那么高吧？前面还有啊，前面可以再下去。就我们家过了、欸。对啊。过了。没有，我们家、啊、没有，我们家不知道找小刀吗？对啊，我是要找小刀。我关台后再去看一下好了。看不见。没有那么远呢、欸，我记得。还在更新吧。上面有一个营地。哦不。你的小刀是路边捡到了，还是是有箱子之类的？我记得有营地有帐篷。还说上面啦，刚我们那个跳上去的那个悬崖上面有营地的样子。等下说没有，这是手厨送的。哇，第一天哦，新手礼包，第一个礼拜有探到的 ice 福利送，回头了，没那么远。好像没这么远。对，因为那时候我好像记得跟哈基在海边找鱼吧。Oh. 然后后来你们就说好像找到洞窟还是什么，我就折返跑回去了。找到洞窟。不是你要、啊，然后洞窟不是是我们家旁边的，对你们我们家旁边的，可是这也不是我们家旁边啊，啊，所以我那时候一个人走很远啊，哦，哇、哦、这么远啊，对啊，所以你要不放手直到小刀到手，等一下我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嗯，哎、欸，这现在凡西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房子符号？房子、哦、有你有那个啊，有那个有我们有盖那个帆布啊。哦哦哦！对，我刚翻盖帆布那边。那我们家还没到。对，我们家还没到，我们家是再过去，再过去，我们家还没到。得上去。再过去是去。你在干嘛？说的。不是啊，这可以上来，上来干嘛？半圈之后、啊，上面有一个洞窟，旁边的那个洞窟加一个房子的符号。对，那个才是。还没到家，是小刀哥在山那一边吧？哦，所以根本不是这里啊、哦。对，不是这里。因为我刚才想说，怎么有房子符号？是说是这边是我们家了吗？原来不是，在山的另外一侧。嗯，那小刀在我家旁边呢、啊。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对，嗯、这里不是我们家。这里变白的时候，家乡没有霓虹灯。真的。好远哦。好远。地图太大了啦。雪橇之路。你死！好想叫 Uber， 真的。你是 Uber 还是 Uber E？ 你都好都可以。你先叫 Uber， 然后再定点。叫你载我过去。没有，你就叫 Uber E， 他过来叫他下车。对，叫他下车。叫他下车，然后餐点跟车子留给我们。哎、欸，这餐点给你的啊，车我骑走了。不行，餐也是我的。对，我那我付钱的。我越滑越远的。滑到死人堆。偏离方向啊！我们要偏离行程，重新定位了。没有，不然滑到死人堆了。那那一堆是前面滑过的人吗？他留在棺材里耶，应该不是吧？哎、欸，他是用棺材滑下去的、啊，还是他是用棺材滑下来的？有可能。
哦，那他有没有放音乐啊？对啊，他很安全呢、欸，那里面他可能还放一点泡棉、啊、防撞哎、欸。他比我刚那个安全多。对啊，啊，360度无死角防御。确实。他里面的东西还不会被掉包哎、欸。没错。可是会被我拿走。把他死了。看来不是很完美的防御嘛。把他死了。那有 GPS 是放什么的、啊？不知道。你们现在有人闪，我不知道跟谁。那你觉得这游戏？哦，那个是妹妹。这游戏一代是度假模拟器，再往妹妹啊。二代走路模拟器吧？哪里有绿？二代真的走好远，有够累。还不装？那时候我们就一路往下探啊。还不装个宝可梦 GO 来孵蛋？对啊，妹妹，我找到你了。对，在这边玩 Pokemon GO 什么都没有呢，他没有孵蛋啊，都孵蛋啊。你妹妹没有小绿箱，没有便利箱，啊、什么都没有。现在还有在玩吗？我啊，还有吧。那个其实族群还是蛮多的，其实超多哎、欸。可是现在就变成后来的不是都还有联动吗？跟后来年代型的，只是现在年龄层很比较广啦。你要说跟刚开始比起来，真的广很多。嗯，啊，我往动看一下。妹妹帮我射他，哎、欸，妹妹不见了。啊，后面有野了。妹妹是你的炮台是不是？八八八八八野人八八八八。不是凯文看到野人就给我蹲在那边。他可能没有哦，凯文接近的时候就听到音响声了，是吗？没有啊，音响已经丢掉了。那怎么真的有音响？我看一下啊。新的音响还是有另外一个音响，因为音响蛮多的吧？对啊。刚刚他拿的那个已经被丢掉了，他在自己偷放歌。他可以感受到震动，但他听不到音乐。他说：“我喜欢那个震动的频率，很舒服。”对。哎、欸。啊！不要打我！哦，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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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旺有没有想法？啊，好像不错哎、欸。对啊，走吧。可是我觉得会往左边偏。哎、欸，看乌鸦嘴！好呀。啊，有你，有偏出去下去，你下去，我直接撞在石头上，为什么？没事啊，往左边偏。哎呦，我知道路了。撞到路了，哪个路？四只脚、那個。你找到路了吗？放心，我没有野人，快跑、哦！我知道我在跑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今天打不到野人呢、欸？是啊，快快，那你用电的好了，看一下。我、哦、看到我们之前盖的小屋了。我家难得。喂，哎呦！啊！快起来！快起来！我在浮板上面，有人在砧板上面被打哦。快一点！这是在板子上被打，真的是吓成智障哎、欸！救命！对啊，快走！反正你后面是火车，是不是？等一下，六个人了，他们六个人前面留下来的，他们前面留下来，起码八个在追我。等一下，我好像有带两个还三个吧？他原本只看到我。我开枪了、哦！我刚刚走的有一个野人看着我走过去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上。就那个阿，我跟着阿走啊。这边啊，你刚刚没有看到这个吗？这边有。六个人躺在这兒、欸，哎，穿着实验服。六个人。哦，有哎、欸，这边有实验。等一下、啊，想到我的家，我就发现他还没盖好，太哀伤了。后面太多野人、欸。他有那个、欸，这边有一个宣传书。救命啊！我跑不动了。啊、我要开枪了，你再过来。这里还没有存的点、欸。哦，我一枪就死了。这么猛、啊？这里。真的哎、欸，合理吧？也是，不然你一枪要打个好几下，他那个头不知道怎么做的。他、欸、这有一张，哎呦喂，有一个书可以拿。你看我会不到他哎、欸，你看我会不到他，可以拿。那你就说，哎有啊有，你会到你会到哦，终于吗 ？In life again， 对，这是宗教的那个呢，宗教宣传单呢。哎呦，是宗教，新教嘛，他们都穿着，就是我们这边啊，这个白衣人这个地上，哦好黑哦，他怎么懂？
好，还要不出门了。刚刚在这边啊，这个人这边。悠悠拿到了。他身上贴纸是……哎呦喂呀！太黑了，哦、等一下。哦、我把你打蜂窝了好吗？哇，回家了哎、欸。到家了。是被戏不？你们还在那个点吗？啊对啊，我想要看一下他身上的贴纸写什么。我来了。但是他那个宗教的图案而已吧。那它上面，它贴纸上面是有字的、啊。我刚远看像一个什么嘴巴的、欸，上面是牙齿，下面是舌头。他好像就写 Sons of 了什么 stage 之类的吗？不是房子被拆了、欸 Stars。所以它是什么星星之子吗？对啊，星星之子。星星。它中间那个很像，就是一代的那个复活的那个。哦，太黑太黑，丢尸体丢尸体。那等一下要不要睡个觉、啊？好啊，开文了，我想说哪里的脚步声。我开，我还是拿着音响好了，至少我知道是人。有没有尖叫机给他拿啦？是哎、欸，开，我还不能拿枪哎、欸，身为一个军人。他听没办法听音辨位啦。啊！等走到他脸前面，他不是啊你，叫你用眼睛开枪，不是用耳朵吗？到了，到了。你不用知道敌人从哪里来，你只要看到东西你就打就对了。對啊、看得到就好了。文档，睡觉睡觉睡觉，哎、来了来了，还在跑还在跑。这个。睡觉。睡。找两个人。有人在走路上。睡了。点一。你还没按哦。嗯。我没按到吗？有了。啊，这个终于。喝水。旁边喝水。终于回来这里了。嗯。所以刀是在对面的沙滩的对，面向海的右边。你是真的在吃罐头是不是？我刚刚听到塑胶袋的声音，想说哦，是提醒吃东西了吗？好，一起吃。哎、欸，有白色的那个哎、欸，还没吃哎、欸，白色那一只哎、欸。啊，哎呦，没看不见的。好白哦，是可以剥皮的那只啊，剥皮的，可以剥那个护甲的那只，那只白白怎么跑出来了？我们是第几天啊？我们第十四天了。嗯，哦，没错。哎，我这次的陷阱都坏掉了，被剥了，还在啊？我看还在。有要剥吗？嗯、有人还缺护甲的吗？没有都直接剥了。没有，你们护甲。不，要把它压下去，那个陷阱。啊！白痴，星星被弹死。呵呵。哎、欸、哎，哇！被踹倒。旁边有野人，旁边有野人。旁边是来了。哪里、啊？哇！云要云月，你好不勇哦。哦。哦，云月护甲应该被打掉不少。我被打了两个护甲而已啊！嗯、哦，他掉两个包包也好耶！我没看到一个，我看到一个而已。安心，有看到吗？在路上，还在看。超远、欸。我应该是看不到小刀了啦，不过在我这个位置啊。来了，前往 F。我看了四五个野人在朝你们那个方向跑过去、欸。哦，原来你们跑去找小刀了。对啊。那我先去看看啊，找位置。好、哦，野人从这么远，你们还在附近晃而已，然后跑过去耶。
这边好多鲨鱼哦。啊，好远，那边有四个组队出游的野人。对啊，直接往那个人群那边过去了。哦，看到了耶。他们大概是从我们家旁边那个河那里伸出，然后慢慢跑过去，超远，太会跑了。嗯，饿了吃个肉。哇、哦，好多人哦。对啊，那就是谁？好像前面的人。我吃个毛罐头。嗯，他回头了呢，他要去追你们了。啊！你们在打他。啊！团，哎呦！哎呦哎呦！我还在吃猫罐头，不要这样。有隐形哎、欸！他的装扮其实很潮哎、欸、啊！啊，是弯刀啦，不是战术小刀啦。弯刀也很赞，我弯刀。这边这边看一下，在我这，在我这。我在跑了，没事。玩海带，弯刀，海带人。这现在看到底特别怎样啊？红人，我看我看引擎。荒野红人。我防御，一定他转起来，好像没事哎、欸。那这个爆炸到底怎么回事？以前为什么会爆炸啊？对啊，你是不是骗我？之前真的爆炸。有啦，我那时候有看到你爆啦，啊、有啦。泡面咬，是有金鱼尸体。胶带哦，不是金鱼，是鲨鱼。那个酷酷的刀。欸、这边是有散弹枪的枪鬼。哦，反正你有拿到吗？哎、欸，这里我不知道哎、欸，我啊，我所以我刚刚拿的不是小枪的枪鬼哦、喔。有，我们在那边拿的是小枪枪鬼，这是散彈槍我没拿到小枪枪鬼。哇，刚刚那个，刚刚那个，刚路边那个那个游过去之前那个人是？对对对，我、哦、没差啦，不是药又在乱喷了，太多药了，太多药了，弯刀嘞，那个船船那边，这里这里这里，碳纤维剑士，哎呦卡住了，我、哦、有了。弯刀好欸，弯弯弯刀，弯刀在我这，弯刀在我这儿，在 R 这边哦，直接戳人哦，帅。然后然后帐篷那边人身上有一个散弹枪枪鬼，嗯，哦、有，这里还可以记录一下，这个帐篷可以记录一下哦，拿完存档存档存档，帐篷就可以存档了，对啊。我们乌鸦好吵哦，海鸥吧？乌鸦呐，乌鸦，乌鸦，他就飞到你旁边，哇，是海鸥啦！你是乌鸦，你在动？我想沿着海滩继续走、欸，哎，不知道还有什么東西。我就没有看了、欸，哎。有，我们先回去打那个吧。好啊，我洞窟里。哦，对对对对对对，是是哪个洞啊？嗯，就我家旁边那个洞吧。是吗？没记错的话。对啊。不知道。在那边有鸡翅障碍，我抓的。监狱吗？这游戏收收刀会跑比较快吗？哦、好像没有，好像没有。那那甩刀会不会比较慢啊？嗯，你可以甩看看。你是拿传家宝、欸？放超久的生蚝，冬天也素啦。那我还是拿着好了。才一天而已。说什么？我那个生蚝放在身上三个礼拜，去跟你们去洞穴里面吃都没事。那个肉烂掉的生蚝都还没烂掉，好吧？对啊，对啊。保鲜。没有打开都判定是一只活的。他也不能猜出来、啊。骨很少，小包吗？没有。还是奢侈品，红色的好恶心哦。嘿嘿。等一下，那个P是用游的过去哦，太狠了吧？对啊，太狠了吧？啊，锤子不是最快的吗？是没有，直线距离。还是你刚刚把那个引擎放在你的那个滑那个雪橇上面游过去？没有，没有。哇，好棒哦，可以这样哦。开始转出去了，是不是？我要打开包包按合成了。你不说，我以为你在玩《王国之泪》，有看那个实际表演？哎、欸，好想玩哦，不好想，肯定玩。看起来很酷哎，肯定玩。啊！可是我他不是很自由哎、欸，要两千多块吗？哦、我一代都还没玩，你不是卡着了吗？你不是那时候被雷劈到就没玩了吗？对啊，我直接被雷打成智障。
存档。存档。啊，气瓶是在这里吗？啊，这边会好像会有一罐，好像有一罐，好像还有另一个地方有。哦、对，我觉得我们这好像是另一个地方就忘了。你看那些海洋总动员的海鸥叫声啊！你怎么点火了？你是不是按错了？是我刚旁边之前的火堆吧？不是，他被雪盖住了。对，这有两个、啊，这也有一个。你只是想把棚子给烧了？哎，野人啊，可以开头出现白色那只野人在野外。野人，我切，开头会出现白色的野人在野外。他就是白白的。对，那、啊、是时间吧。啊，他被切死了，14天、15天。哎、欸，刀其实伤害超高、欸，要切几下就死了。切，伤害不是血差不多？看一下，你看这，哎呦呀！我来了，我来了。我操！哎呦，他好像有高，有接力到吗、欸？我身上有万用刀啊，什么时候？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身上其实原本就有刀了，完全都没有印象。对，有一个小刀啊，对吧、啊？有小刀、啊，那个开场就有了。对啊，就是那个开场急救的，这个急救包的，啊、跟斧头一起的。嗯。哦哦，完全没印象。对啊。对。进去有拿到了。超大。这里有子弹可以捡哦，捡一下。哦，好吧，赶紧进去好。原本想说不要进去了。人旁边。这应该蛮大的吧？还是它短短的？有点大。然后岔路也很多，真的假的？那对啊，就是在最里面的时候断线的。对啊，我等下会迷路。我觉得那时候放了三个、两个火堆，哎，火把当记号吧。这里这么大、啊，滑索的那个洞吗？不一样，好像是，不是吧？不一样吗？滑索是另外的吧？滑索是另外的，滑索是我们比较后面才去的吧？滑鼠是后面这么大的迷路，后来一起出去的、嗯、有什么？我记得这一个是逛到后面有鲨鱼，然后我们就没下去了。哦，对对对，一转头，然后我就断线了。哎、欸，不对，这样我记起来的话，我们好像是有两个滑索洞穴哦。对啊，之前有遇到一个、欸，对，有两个滑索洞穴，那时候还没那个。哎、欸，好多野人哦，我打不赢。欸刚笔电可以敲掉哦，拿那个电路板。嗯，好、啊，我护甲被打完了。他在哪里啊？告他赔。我可以另一只手拿火把吗？不行，好像不行。你只能拿，好像只能拿、那個。你可以拿火把直接打。要队友，他可以拨哎、欸，拨、oh. 一下。拨一下。这只可以扒皮了。一切切。后面还有一只。我要多扒。我扒你啊！因为我护甲没了，这里有、哦，这里还有啊，这里还有。哎、欸、哎、欸，我要切它，切不了它死了。这边，这里前面还有两只可以拔的。嗯，就不知道位置，是不是还是可以那个？都搭一起拔吗？还是可以。对啊，要的它现在还是可以的、啊。对啊，有个人们在这里啊，这里还有两个。我们要躲一起扒吧，一起扒看谁要的再去捡吧。OK 啊，那上面那一只先，上面那一只先，上面那一只吗？哪一个是上面的？我看不到。下面就那现在比较中，这一只，只有脚泡到水的那一只。哦。好，三二一。就被 TIP， 也就有人扒到另外一只有没有？有可能没有哎。好，再挖三二一挖。你看，我看到有人的眼球是红色，他是不是没睡饱？我困罢了。肯定的吧，啊、这边有谁有睡饱、啊？你公主怎么会睡饱呢？你说本人部分还是你？小车怎么爬不起啊？好多骨头啊！岔路吗？好岔路。这左边有一条路。之前不是只有头而已吗？等下剪过头很卡有没有？剪过头啦！不是前骨，前骨确实的。来了有怪、啊、有怪、啊、有怪、啊、有怪、啊！快点切杀骑马！
切切切，毛毛杀奇嘛，切切切，哎、欸，我切错人了，不好意思。他喷蜘蛛，最后一只，最后一只。对他怎么喷蜘蛛网、啊？哎、欸，爬到我头顶、欸，好扯哦！哎呦，骑到你头上了。我好像切到人了，对你切到我了。我护甲掉一格了。先打这个吧，这一只。墙角呢？还是哪一个？我怎么对不到？啊，大家都墙角，那墙角先，墙角先。啊，3、2、1，哇！哦，我看到红眼球了。啊，魔棍败呀！这边。五只王。哦，他那个是，嗯。啊，3、2、1，他那个爪子，那个中间那都是手指哎，好恶心。对啊，有几颗？哦，出去了，护甲弹出去了。呕心甲，他那个是，那个中文怎么回事？呕心甲，地上好像有多的，有吗？手指，都没看到，这里，我刚刚是看到、啊、没了，手指啊，哦，走不，满满的手指，给我捆，过来捆。睡起来，好多只，很多只，有了，很多只，哎呦，烧起来，电脑了，一只，砍到人了，又砍到人的呀，你好危险，我要离你远一点，确实，离熊猫团团远一点，不是我想说我要砍，然后刚好有火把弓，等一下，我的护甲是都是被队友砍掉的吗？没有同队伤害啦。有，那游戏有同类伤害不是吗？有 TK， 有啊，还是我砍你看看？你走开！我砍你一下就知道了。哎呦喂，我护甲也掉光了，封拳头就好。好，快挖快挖！先挖音乐，我去关，你看很多只，我去关。先挖繁星，靠近繁星那一只。嗯，好，3、2、1，挖。欸，尸体动了，滑走了。啊，好，怎么叠那么多次啊？怎么穿着潜水装啊？我不知道。啊，另外一只，3、2、1，哇！他一直都没脱下来。他可以正常取消装备啊，他可以取消装备。他没差，他不会挡我视野。我觉得他超挡哎、欸。啊，我都没有跳那个啊。左下角而已，不是左下角而已啦，一小块而已。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一只，哦，有两只哎，其实三只哎，有三只都可以挖哪一只？随便挖，随便挖吧。好，杰克那个手指的，来3、2、1挖，哦，有人挖了，是我啦，没事，我已经买了，看哪一只有动作就赶快。好，自由开火是不是？自由开火，大家有些人护甲已经掉光光了，自己看一下哦。你说掉出来，掉光了，这只好像有挖了，挖完了。有些人已经没有出来穿护甲了，都已经掉到剩手而已。可是其实物算也没差，那个药品也是多到满出来。看血在喷就很不舒服，烧一下回锅肉。右边吧，左边好像没路。对，左边是死路，右边。哎、欸，电击箱子在，大家还有拔啦，记得捡一下。等下那个东西，那个人，等下反回来会再捡。我来回锅肉一下。谁、在播歌？这个，我看到东西。我这个笔电哦，这边有笔电哦。哎呦，错了。婴儿，不是，我要拿起来吃，不是拿起来挥，然后什么？那个肉，我也不到银河啊，银河太矮了。有一只，手指怪，手指怪，把手指头切下来。地上有银河。哎呦，他手是粘起来的哎。baby 小人，还有飞会飞，银河在飞。你说我 baby， 去你的。baby， 还没死，还没死。哎，还有 baby， 啊，是啊，哇，对了，接力，接力，有接到了，我的护甲喷出去了 ，baby， 而且 baby 越看越像那个，哎，就是
那爆米花，爆米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边有东西啊，垃圾。衣服蛮像的，那个材那个材质蛮像的。这边很像，就是港式烧麦面的那个虾饺、欸，哎。哦，电击枪有了。为什么？还是我们都叫虾饺好了。没了吗？那个不在这边。哇，小的，是电击枪，电击枪的。对。还有岔路吧？没有了吧？前面刚刚不是有走那个岔路吗？那个我保险起见。先存档，到这边先存个档吧。哎呦喂！什么东西？我被捅了两下。团团，我在捅人吗？不是，可能砍旁边那个。还是怀疑团团，还是团团野人化？不是啊，我想说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音效啊？有哎、欸。那你砍到自己人是不是？没有、啊，他是从左边蹦出来的音效的，很奇怪，好神秘哦。他是从这边冒出来的。都存了吗？都存了吗？拆掉了，存了。拆不掉。存了。不要走我这里，不要走我这里，是死路。嗯，不是有东西捡哦、喔。里面是有一些东西啦。玩笑。道明大。我刚是说，刚刚岔路中间那边还有子弹什么的。对，那个刚刚他那边还有一个电枪子弹，中间有个人。哦，这里。喷药。喷药。这里吗？这个应该有声音。这里。石头里面去。然后里面不用走，只有照明弹而已，不用走了。照明弹拿一下。哦，还需要。哦。然后头骨那边有岔路，这边。好。是走这里吗？我已经没有方向了。往前走。只剩 P 跟 R 垫的一边。啊？我觉得这个洞。哎、欸，哪边？不是走这，然后往隔壁走吗？我觉得电击枪跟潜水装备是不同的洞啊。对啊 ，P 啊，走这里。想一下。换记录档在哪了？我不记得了。我也忘了。要翻之前记录档。对啊，礼拜一跟礼拜三玩的游戏会搞乱。哦，到头骨了，这里是不是？这有岔路，看一下吧，就顺便都看一下。这里是鲨鱼，好像上次那个鲨鱼洞。这很多潜水衣耶，还有救生衣。哎，对耶，鲨鱼洞。那个鲨鱼是不是杀掉之后，我们如果他既拿到潜水，我们就可以直接潜下去了。嗯，是。好诶、欸。那现在我们就是忘记衣服在哪。没错。不记得。好高。嗯，他既闪退的洞就只有这个洞而已啊。对啊，只有这个啊。可是我们那天去了两个地方啊。嗯。对。我们是前面先捡完，然后走来这边。对，然后走来这边的。啊，换枝，断枝。你干什么？没有，只是前因后果，有断枝就有换枝啊。哦，确实啦。对了，之前就在那边断掉的。对。对，可是我们是去另外一边那个的，获得我们先获得那个的。哦，又可以吃即时那个用品了。吃饼干。吃饼干了，拿到什么东西？他们说潜水装备是我们住的房子河往上游走。哦啊，所以我们走这边了。我这边拿到呼吸器、欸。啊，对啊，就是那个。这里吧，那、啊、就这个啦。那还缺氧气瓶啊？哦，氧气瓶刚前面不是有吗？入口就一个啦。有一个，对，哇、啊，所以都有啦。那我们要杀下去吗？那要再有东西吗？存一个档吗？存档。对对对，先存。我丢个那个燃烧，我杀不去。哎，这里有那个能量饮料耶，有没有过来？喝了，好喝，借存一下。存了，等我一下，可以下去浪了。那我要先。鲨鱼呢？你们在哪？哦，鲨鱼呢？我们要在水中，在水中不能用刀哎，好难过。到底我没有看到，然后砍鲨鱼。有没有洞？我在找洞，在找洞。嗯，有东西吗？都下来了，给点东西吧。
欸，好像有，有，在我这边，在我这边，在我这个方向。有什么？有鲨鱼吗？有洞，有洞。哦。哪里啊？啊。哦。下来，然后往我们往下来的那个方向往回游。回头的方向。哦，原来他在潜水的时候手电筒。荷叶石。棒。哦，为什么不能装在头上？是正常的，正常啊，正常的。只有你的壶跟我们壶不正常，你的是没氧气的壶，只有你是连那个仪表板都壶，有没有？有仪表板啊。哦，只是我在只剩在只是小小的三格吧。哎，你只有拿到一罐。对啊。嗯。哎，等一下，左边是零，右边是一百，不是？那我是在右边。亮亮，画面好亮，画面图好亮，大家。哎，出来了吗？看到天国了。了啊！我这边有哪？等一下，我在那边有，看看。都出来了。好亮，好亮，好亮。出来了。哪里、啊？这是哪里？出来海里了。是哪里？好像是豆海中央。它、啊、就外面而已啊。哎、欸，我怎么游不上去？哦，就游出来了。啊、你要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好的。然后凯尔文就在那边等我们。啊，妹妹嘞？你把妹妹带去哪了？妹妹拿了我的枪造逃了。对，就在讲。好耶！我有枪喽。哇哦！没有大密宝，烂差评，烂有啦，也是不错啦，他就是拿了呼吸器啦，至少不用在那边一个人再走出来了，没错。那大家出来存个档啊，这个路口这边不是有个档可以存，回家存。哦，对，其实可以回家存。走这里，嗯，妹妹也没办法给他子弹啊，他应该自己想办法吧。他是无限子弹，他是只要给他一枚子弹就可以了吗？妹妹，他有负无限，那无限确实。啊，那可以帮我负一下吗？我也要。现在哦，要去哪？妹妹，现在要回头好像有点远，我觉得我在附近再看一下啊。盖家，我好想盖房子吧，不然我想做，不然只有剩下这铲子吧，或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好难拆，哎呦喂，这好难拆哦。哇，这个从上往下拆呢？对呀、啊，超难拆。哎呦，因为我刚刚中间有一个那个绿色圈圈，哦、要砍它就好了。有人来喽，有人来喽。哎、欸，哦呦喂，看到是对面。小雨你怎么做到的？啊、有一只被弹死了，白痴、啊！他先插在地上，要把树枝先插。他被他解体的。哎、欸，他在踩我们的帐篷啊！踩屁啊！我被踹到河里去了。我好派啊，好派啊！派。点一下。后面还有一只河，后面还有河，对面还有一只。我他有弯刀呢。好、啊，后面还左边。你后面还有一只。他跌倒了。他滑的。嗯，还有吗？啊，对，回来继续存档。对，凯文，先你们先存档，去看一下。先揍一下凯文，把凯文揍倒就好了。凯文怎么了？凯文去帮我捡树枝。就直接树枝插地上了。凯文捡树枝。嗯哼。对啊。怎么插、啊？请问他是动物森友会的一个粉丝吗？你拿树枝，然后按左键。欸，它会水里有小包哦，啊、可以过来吃。我刚变圆形，刚变火萤火，萤火啦。然后嘞，拿斧头砍它。对，你拿斧头，它会有一个方向，然后你点一下左键。哦，不是，为什么这个不能拆？对啊，那个对上面那一根不能拆、欸，很奇怪。上去看一下，还是直接把它打掉、啊。掉下来，哇！这一根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要先把下面这个都拆掉，才能拆上面的。
应该不是啊，这种应该他应该最后那个的啊。哇，他不是可以用木板用斜的吗？有了，嗯，好像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对啊，然后上面插树枝，没有问题的。我那时候是怎么盖这里，我完全忘记了、欸。摸英雄了。对呀、啊，摸英雄哎、欸。去浪太久了。嗯。嘣嘣嘣嘣。有人在隔一个超大的空间。嗯。谁？你在干嘛？哦，盖房子。你们要不要再逛一个地方、啊？鬼儿好像没逛过哪里，绿点。我现在的位置，我刚先走过去看。你好远哦！你怎么跑那么远？跑一半、啊。可是它绿点不是那种都需要铲子之类的那种。没有，它是一个洞窟。我走过来是一个洞窟。哦，去看看好了。洞、欸，它刚刚这边声音很多。先存档。失业了。哎、欸，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绿点是洞窟啊。然后里面是，可以看一下。好，可以。一小。哇，这房子。开光光。好笑。走吧，凯文。好了，你不要捡树枝了，你快跟我走。在玩动物森友会啊，猛男捡树枝。没有，我刚刚叫他帮忙捡树枝，我想说不是要盖房子。走了，凯文。给他跑图，可以再做短一点。你也是一边砍一边在走，转转转。对啊，我从很快进来就是这样啊，很快就没体力。哦有差哦。你砍会，你砍会灰啊，耗体力啊。哦，对啊，难怪我觉得我怎么跑那么慢。嘟嘟嘟嘟嘟。那我要换。好远。野人会互相吃尸体耶。对啊，他们好像不同阵营的野人吧？哦，仓鼠也会，我、哦、这砍不了，因为空间不够啊。对啊，三件鼠啊、嗯，什么什么老鼠都会啊。对啊，仓鼠本来就是独居的啊。嗯，所以不能养一起啊。有很多在那边养一起，然后说他们好可爱哦，我都觉得好恐怖。嗯、他们很乖，不会吵架。好吧，要不就是生爆，要不就吃爆。对啊，很恐怖。这边已经血流成河了，这边至少有七只野人吧。哦，那他们就是吃饱了。对，七个小野人。酷哎、欸，他怎么长这样？我漏回家。七个小野人，看一个白雪杰克。现在的确在下雪了。生出很多小仓鼠，你还不去躺在上面？什么东西？你要去横躺在他们的床上？对对啊，我躺在那个高尔夫球车，好不好？他们会保护你哦。你要躺在那个高尔夫球车的那个车顶上，假装是水晶玻璃棺。没错。那谁最靠近就谁去亲。啊！我崩，游戏崩溃啊！崩溃了啊！还好你存档了，存档，家里有存，根本就存档。这里，家里有存，我只要在走这块存档。先存档。我现在每到一个新的洞穴，前面都会插一个木头，代表这里我怎么觉得有印象啊？这个地方有吗？我也觉得这边有、欸、了吧？这边这个。就是生一堆鸟鸟，我那个时候跟哈基在那边打他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鸟，对对对对，然后只是那个时候鸟一大堆，现在鸟都不见了，
冬天吗？对啊，冬天了。候鸟。你说那个车顶上一堆鸟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我就一直打。啊，等下进去看一下有什么，我也忘了。资源可以重新收集啊，看起来。没事，到个地方就存档。啊，开挖！小雨，小雨借过一下，你踩着我的帐篷，我打不起来。不是旁边，旁边已经有帐篷了。旁边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哦。我想说旁边不是已经有了。是不是无极嘞？小雨说旁边有啊，这个不用啊，直接踩上去。好好，踩烂了。对那台车很生气哦。哎、欸，这边有我捡不起来小包，有没有要捡？啊，对，我还没开小包哎、欸，我捡了，我捡了。附近有小包，我六个哎、欸，小包开不起来，物资太多了。他也说我已填满嘞、欸，对啊，开不起来，包包太东西太多了，东西都满了，过得太优渥了，太多物资。怎样？那谁在那边叫？哎呦，我在家哎、欸，来啊，喝水，喝水，有路啊，好走安呐、啊。是感冒盘浆啊！现在来热，我要是要天亮吗？不然鱼要摸黑。嗯，他也要，他也要那个、啊，他也要。鱼是上线了。哎呦喂、啊，我被砸到了！我了收到喽！鱼能不能捡两个护的呀？他在那个、啊。我们都可以扛这么大的原木在那边盖东西，我们不能就是有写字的能力吗？就是立一个牌子之类的。要写什么？树倒了。就是没有、啊、那个各个洞啊，至少去过。哦、对啊。前面现在、哦、现在只用 GPS 去定说这里是什么而已。不然你们就是在洞窟上面盖一个椅子，就代表你来过了。不是你来过，你也不知道那里是怎样啊。你就好不好拿那个好不好拿那个 Kevin 头上的血可以写一下吧。叫 Kevin 写、啊，不是我们会写字啊，我们会写字给 Kevin 看啊。他经常常睡觉一下。那为什么不能就是拿个笔啊，在那个木板上面写一下这里是什么这样？凯文不要搞耍，凯文 Kevin 不要倒，不要倒。哎呦，旁边有怪啊，我们醒了。对，我旁边有怪、欸，就是旁边有怪会有机会会醒来，不能睡觉。哎、欸、哦，好害羞了，不要不要，哇哇，睡了睡了。哎、欸，妹妹来了，妹妹给我东西、欸。妹妹是妹妹，是你开枪的吗？好，妹妹刚刚开的吧？他拿枪哎、欸，他拿枪哎、欸，我的枪啊，那小雨给的、哦，我的枪啊，我给他的。他举很高嘞、欸，对啊，他从背后插出来一个手，他有三只手啊。他不要惹我，要惹我。那他可以拿三把枪吗？睡觉减一减一。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没有说我拿散弹枪可以一边填装一边上场，你想怎样？确实。啊，我可以一次完成哦。他可以一次拿两把枪，他有三只手。对，他举双枪还可以换子弹呢。人家三刀流还要用嘴巴咬，他直接手拿三个，直接好吧？哎、欸，他可以嘴巴再拿一个四刀。对啊，超勇的妹妹。呀，不是你们这不是很危险的、欸？你在砍树？我要去旁边平原的。那妹妹在跑步，那个手还是拿枪，手举高高。骷髅吊灯，嘿嘿，防空吊。他不是要进去洞看吗？等那个影月啊，他影月还没来。我还在。还是你们要不要？你要不要先简单看一下？如果是重复，然后又没什么好东西、哦，是吗？对、啊，是重复的，没错啦。那等他进去看有没有好的，要看是不是好的。嗯。还要怎么切换那个、啊、？AKS。你是问这个 X 吗？还是右键、欸？你是说切换什么东西？木棒是建筑方式啊？啊，就 X 啊？哦，右键，右键，右键。哦哦哦哦哦，好，我知道是哪个了。那是什么？是有房间可以过去的那个，因为都是食物的那个。哦
哦，你是说有厨房哦？哦，就是第一次知道有洒水器的那个地方。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好像还是可以拿些食物诶。那就拿吃的而已啊。妹妹，你拿什么？上面的炉火不见了。妹妹，你要给我芦荟吗？嗯。我妹妹总会给你。她看着我，她没有拿给我。哦，芦荟是什么？你是说这个吗？不是，他手上拿着芦荟啊。毒蘑菇。啊，放在地上哦。你要给凯文哦，你看到凯文满头血是不是？你心疼他吗？哇，肚子饿，现场马上吃。你怎么在吃防腐剂？会坏啦。嗨，一个交错，嗯，啊，我好像就是那一天在吃这个麦片，吃一吃，然后突然想到我说我麦片吃，就过期1年多，哦，哇塞 ，Oh my god， 太久了吧 ，Oh my god， 啊，你怎么摔下去？因为我没有带灯，好黑，为什么不拿一下？因为我是斧头人，能量棒，你可以直接下去吧。啊、门禁卡，好烦的门禁卡、啊。嗯，还是没有门禁卡。对啊，还没找到。对啊，我们找到东西，关键东西都还没找到。开吃，开吃。哇，对，肚子饿了，吃一下。哎、欸，里面有骰子牛。对啊，不知道放多久的那个骰子牛都补不了哎、欸，就一点点而已，就跟、啊、就跟那个蛤蜊还是什么生蚝，生蚝，扫地机器人它没电，嗯，哎、欸，吃。奇怪，我怎么找不到骰子牛在哪？我这一块啊，这块。对对对，在包包里面，在哪里？中间那个，我中间左边，在那个药跟那个能量棒旁的上面。哦哦哦！太骰子了吧？对啊，超小一个。所以这边也是需要门禁卡记录一下。嗯，好，直接吃那个泡面扣水，因为很干吧？太干了，太咸了。科学面，科学面，对啊，太咸了，嘴巴好，口好渴。那个妹妹就在旁边一直拿枪对着你，她没有对着你吧？对着空中不是吗？她看着你，她拿着枪。空中哦，还好。你真的看起来好冷哦，你有没有其他衣服可以换呢、啊？你飘在原地跑步了，你很冷是不是？你在取暖吗？他那边一直给我绕圈跑步，我要笑死了。没说不会的，这样就不会冷的啦。这样不会冷的啦，很热啦。好、哦，哦、就乖啦。对，我们之前的有些小湖啊，都结冰了哎、欸。就现在冬天啊。冬天就结冰了，然后换季节吧，换季节是正常的。啊、我好像这个冬天也好几天了，上礼拜就是了、啊，嗯，就四五天，冻哭探一探出来就冬天了，没错。可能我好冷，好冷，好冷，这样。还是它的季节是根据我们去哪里逛过触发什么东西。啊，拍谁？没有吧，应该随着随着我们睡的次数吧。对啊，哦，哎、欸，我要怎么帮你盖啊？这根是不是怪怪的啊？啊这根浮空、欸，这根很奇怪哎、欸。为什么半空中？为什么你的地基？你的地基是歪的。哇，发现这个盖错了，就升格了。空中啊！哇塞！这是有一个石头看不见还是什么？你这个，你这个盖地基的技术，应该要去玩叠叠乐的。蛮狠的。
是爹爹用的 King 的，我也是麦块来的，没错。应该是要把他地基整个拆掉吧？哇，这是跑酷哎、欸，哇！嘿嘿嘿嘿，这些人哦，野人打不到你的哎、欸。哇，这跑酷点没了，嗯、没不能跳不上去了。怎么放不了？对啊，底下真的是，这不是地基啊，是树根呢、欸。对啊，这里有个树根，我们看不见了，我看不到。我看得到啊。好，那可以把它砍掉。别忘把它砍掉。有了。好，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正常放了。麦块树，它浮空。还是要，还是一样哎，笑死。那我们现在有要走回去吗？还是这样？对啊，可以慢慢走回去。慢慢走回去，你先跑了，可恶。没有，我这个方向是另一个。哦，GPS 的啊你要在那边那么远、啊？对啊，你要在那边睡觉是不是？对啊。没有，我现在要走回去了。哦。再探一下，就之前探过的地方。欸、往。确定一下是什么？这里吗？下山喽！对，下山呢、欸？对，下山。滑起来！滑起来！偏左边。烂房子、欸。不是、欸，都动不了，烂。黄牛哦，真的是哦，这个下山就是弹珠弹我是球了呢。对啊，至少可以滑了嘛，很开心。他一直撞到树，我偏离航道了，我偏离航道了，我去哪了？转向，转、欸、向也可以转向，树烂。哎呦，应该小树枝直接撞烂才对啊。啊啊！都小路耶，是 GTA 哦，小树也那么硬。就那个就有点像 Minecraft 的船，然后撞到荷叶一样。右版的时候，是是哎、欸，小树枝直接把我卡烂了。不是，这左右一点用都没有。他那个斜度太难控了。我觉得我走路比较快，我一直卡到树。我觉得。旁边有野人了，不滑了，不滑了！还要被野人错了。这坡度太不滑了吧？不好玩，谁不好玩？以后去雪山那边滑了。走。感觉要去树比较少的地方滑的比较舒服。嗯嗯，少。他进那个地方，底下会有野人啊。那看来就是这边的阿旺滑吧。这很平耶、欸、对啊有啦还可以滑啦滑一下要站起来可是阿旺滑好久、哦、就真的我看真的很平坦就没什么障碍啊没了不行我被团团超车了直接用跑的比较快你快开枪打他你看他也超你车了开枪打他我要开枪打人，谁超过我要去打开枪打他了。前面的战士，我就要来看看是枪手会赢还是亚马逊战士会赢。你要确定，然后我在你后面，然后你要不要再想一下？我直接一个无情转头射，我转，我追到你，无情转头，装水，好了，悲剧。哈基应该没有缺东西了吧？还是还有缺？钱啊，手电筒而已。钱我也会。手电筒是在还好，真的还好。手电筒真的没在用、欸。手电筒很普的、欸，那你不用那个，不用了。对，你刚用潜水艇潜不是潜水艇，潜水艇。我缺那个，我缺那个。我想要那个手机。我也想要那个酷酷的东西。有光吗？有光，那时候有光，那就没差了。那没差。拉我也想知道、欸、你看，你到那个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救生艇吗？往下潜大概2公里吧。哦，阿旺，你刚刚这个里面有鱼吗？啊，这个鱼的图案是什么？有，我看到鱼啊。啊，你拿得出来吗？哦、这里面哦，对吧、啊？那拿不出来、欸那個。哦，还是这只是跟你讲说这是抓鱼用的。它应该是抓鱼用的，但它可能放太浅了，鱼不会进去。他好像是抓鱼要蛮久才抓起来。你确定这不是他放太浅了吗？不是吧？
他怎么出现鱼的符号了？不是啊，这里一条鱼，哎、欸，这里有、啊、有鱼、欸，有鱼啊！哦，我直接没有鱼、欸，我直接抓很快。对啊，我直接戳鱼比较快。对啊。哇，你这设施看起来很整齐耶！哈基给满分，就这个吗？对啊，认战吗？啊 ，Kevin 呢？我叫他拿数字。啊，数字嘞 ，Kevin。装备。Kevin 在忙啊。你怎么帮他说话？你跟 Kevin 有什么关系？哦，有一腿。不行，这边太亮了，好难对。看不到，那个人凭感觉差而已。我真的觉得这个 GPS 能不能就是以一个北方向，然后给我看几张地图，好烦、喔。对啊，他没有恩惠师，所以这个超级神秘。啊？这不会啊？会吧？你从会不会啦？这不会啦，不会啦。少一个了啦、啊，可是 Kevin 他们不会啦。那看来你不是自己人，看来我也不是。啊、是不是忘了组队？少一个了。有组队吗？啊、没有啦，你太矮了吧？哦，谁？你说谁矮？没有啦，你干嘛受伤？木桩，你就要说，你很敏感呢、欸。我要突然膝盖砍断了，太短，太短了，好羞，太敏感了啦！哎呦，哎、欸，我的木头跑去哪了？有木头跑去哪了？你地下有两百个木头，你的木头跑去哪了？不是，都不是，都不是我要的形状，你知道吗？你很挑、欸，形状很多格，它可以砍一半，或是砍四分之一。对啊，是多少啦？你是要哪一种？我要在一半的，我要在一半，这个的在一半，我坐中间，我砍砍，对准啊。好像是这样吗？哎、欸，它、哦、只能这样。欸哦、他是怎样的一半？哦哦，它好像只能这样嘞。可是这个是不是太矮了？看一下，嘿，太矮了。我砍不到这个木头、欸，它一直在滚。嘿嘿，你别滚了。对啊，那个搞不好刚好。哎、欸，可以放木头，搞不好啊、可以放石头、欸，哎。对啊，他放石头加，你刚好刚好没盖石头窗户，盖得出来啊！哦，哎 ，Kevin， 耶 ，Kevin 你要去哪？我一般砍树好了，你要树是不是 ？Kevin 走了，堆白痴、欸，至少 Kevin 现在会过河了，他之前不会过河，跟白痴。他不是他不是笨蛋了，他变聪明了，他进化了。你还是要减速之前要升等的，太强，智商 up。嗯，哎，我应该玩一点，我要整理一下地图，看哪些道友我们去逛过了。喂，这些是 Kevin 收集的，还是我们玩家收集的啊？那个是之前收集的。哦，把围一圈啊。哇，这个岛的刚好是往这边倒诶、欸，好诶、欸。哎、欸，有。你看我干嘛？这边。哎、欸，你是看影片那个用？什么？个绳索枪。对，射出去射在树上面吗？对啊。哎。装备。red， 听到 red 的一声。嗯，瞄准吗？绳索枪？哦，有了，有了，有了，这样可以运吗？可运，团团，你看你这样 ，Kevin 你怎么、欸？可以耶，试试看诶，可以啊、哦，可以耶，这是什么？好诶，哦，好有诶，绳索枪，好诶、哦，好高速哦，它可以这样运，很酷诶，啊，它可以回收五十那个线，还是不行？可以吧？可以吧？应该可以，不有。它有个垃圾桶的符号，哦，就是把它丢掉了。你要、哎、你要拆掉它。有野人，有野人。哦、我想说你是把我当木头砍，是不是？有野人。
先说没。啊，我先帮你打没。先砍完这个啊！我以为你是，对啊，我以为你是在打我啊！我想说我没那么无聊，没有那么无聊。我也是熊猫转团，哪有？那我乱打人，乱讲啊！你没有吗？你都拿枪啦！我要被树砸，杰克，那是不小心的，不一样。我砸破头，我倒了啊！我很抱歉，我来救你，我来救你。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再打你一下，你就直接把我敲破头。是树，不是我，不关我的事。那是树的锅，那是树的锅。你要说那个树不能这样倒啊！哎，树要怎么变成再短一点的树啊？靠几率，你把它立起来，然后拿斧头砍它。哦，或者是你趁它在地上的时候，你可以靠近，会有虚线。对，对啊。哦，趁它不注意、啊。砍树哦，对，趁它不注意，趁它不注意。哦呦哎，确实。偷袭！偷袭！偷袭！他要往哪边打、啊？真的是很讲究力学，我想要稍微偷懒一下都不给，好难过。往阿汪那边打过去了。没事没事，我想撕一个东西，我想撕一个东西，要撕了吗？要撕了！让阿旺，你把木头，白痴，我知道你要干嘛了，不行哦！阿旺，我可以站在上面吗？自己抓死。好像有难度，我怎么跳过他？他难度很高哎。你要怎么控制树倒的方向啊？有办法控制的吗？可以吧？对啊，好像是最后还是最前。对啊，你最后砍就是剩下一点点的那个方向可以换。对啊。哦，那熊猫塔没要修哦，但深刻没有那个时候没控制好而已，好不好？我只是没控制好，没控制好，所以没砸到啊，差一点。没有，是我没有这么坏。哎，你确定？真的啦。你刚刚都在砍的，你会确定？没有，那是我在砍，我在砍沙琪玛，你在砍，在砍沙琪玛砍啊，把人就得吧，你让人家砍，那还是蛮狠的啦。对啊，你蛮狠的。哎、欸，越闪开越。啊，好狠哦！怎么这样啊？哎呦，是我就对你这边砍，快倒的时候你会走过来的，不是你放错边的。我不是我这边的木头。哦，那是看看的方向，他往那边过去哦。对对对对对。等一下，米粒，不要按，就不要按。阿团，你的木头也十点多了，应该是够啦。先这样吧，好，好先记录，各位了，先存档，先存档，收到了。那团现在是不是出去？他出得去啊，我有门啊。你只是在想他家没门？有门呐、啊，没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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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都没有，门，我是门哦。哦，这是门哦、啊！哦，他说你家连门都看不出来，奇怪的意思、啊。他是木头嘛，看出来，夸张哦！哎呦，好、啊，先来存档哦。哎呦，海伦说野人来了，你会踩陷阱吗？野人？哦，那是凯伦、哦，还有说对凯伦开枪哎、欸！来了，真的来了。怎么有个很远的一条线牵到家里来？那个是送木头的，送木头的。嗯欸、我刚才在弄这个、欸，哎，这陷阱好难弄哦、喔。陷阱？就我想放斜的，很像马具。哦。然后上面插树枝削尖。传啦传啦，存了，存好了，我来了，我来了。好的，好的。哎、欸，那我可以存好先乱开枪一波吗？来啊！乱开枪！有好强啊！你压力很大哦，好像很开心、欸。请问住台中的每天都听到这个吗？我不知道啦，我没有住台中啦。好狠你！压力很大哦，大家压力都很大哦。太开心了吧！太开心了吧！然后发现那个子弹的记录是另外的，扣光了。
哭了，按离开了，谢谢大家。溜了。哎、欸，怎么阿旺打不到、啊？我现在离开了，有人在射了，快跑！离开，把枪搬走。辛苦各位了，辛苦了，下班再玩，八八八。哎，结束了，我们可以去看安妮的台的。好啦，分页要合并咯，我知道有人在挂安妮台，我们分页合并吧。哦，对，这边预告一下，你不用预告啦。好啦，应该这样子，大家拜拜。我要吃饭嘞，好饿哦。哦，雪莉安安，灰色染料安安，蓝蓝安安，青蛙安安，香包包安安，吃吃安安，然后浅烈安安，12236 8木安安，杜可安安，样安安，好了，没了，没有安了，分页合并，好吧，我们去安妮台湾，啊，图奇之后拜拜 ，YT 这边也先拜拜喽，感谢大家，拜拜，要吃饭了。都还没吃。哦，棉被猫安安，感谢订阅，感谢木瓜的订阅，谢谢。抱歉啦。